開始咗㗎啦。咁我而家就開切一刀啦，咁容易啲。跟住就好難。搣開，哎呀！搣開咗之後。但他們通常的人是切開一半用金筆來吃，他就是說要用手搣，他說如果是切呢他就會寫是 cut， 但他說不想是 cut、哦、就是這樣。那一粒火龍果就是這樣。 OK， 麻煩了。是 Isabella。